哎呀，头疼！啊，准备活动，准备活动，信号弹的位置，信号弹的位置，准备活动。竞技场，竞技场，竞技场，先打拳王争霸赛，先打拳王争霸赛，然后狙击活动啊，狙击活动。啊，对了，小瑞还有降落伞要准备，降落伞70个。啊，所有龙全部放回家，所有龙全部放回家。哎，你们全部把龙放回家，等会会拉你们的。所有基友全部放回家，把龙全部放回家，把龙全部放回家，不然等会会死啊，人会死的。装备不要带啊，装备不要带，全部放回家，等会会拉你们的，不用自己过来，不用自己过来。准备好了打一就可以了，准备好了打一就可以了，所有人准备好打一就可以了。我等会给你们讲规则，等会讲规则。这个竞技场怎么上去啊？竞技场。竞技场怎么上去的？你跟我走，我带路。啊，你带路带路。哎，对，把龙送回去哦，把龙送回去哦。谢谢丁丁送六七七。啊，这边准备好的先拉，小瑞，准备好的先拉，小瑞。看打一的人先拉，看打一的人先拉。哎，谁他妈把我勾的？谁他妈勾的我？林洛，让我自己走，林洛，让我自己走，别勾着我，不喜欢被人勾的啊，不喜欢被人勾的，别勾着我。谢谢我们的小 C， 来上面集合，上面集合，马上跟你们说规则。哎呀，这规则你妈又要讲一遍了，我操！这竞技场啊，竞技场。什么鬼？这个胖子是谁啊？这个胖子怎么那么肥啊？这个胖子。啊，对了，这个妹子把这个金刚送回去，把金刚送回去，把所有龙圈不要带，等我拉你们，等我拉你们，对。然后所有成员到这里来，所有成员到这里来，到这里，到这里，到石头那边吧，到石头那边那个一个大石柱子啊，这个整个都是竞技台，整个都是竞技台啊，竞技台。我们在这个大柱子集合，大柱子集合，大柱子。胖子相扑，相扑选手，职业相扑啊！来大柱子旁边集合，来大兔子旁边集合，这一块。对，我这里啊，全部站着啊，我这里啊。这个太帅了，你干什么？你要打裁判的话，直接关坐牢啊！不要犯规啊，不要犯规。集合了，集合了！林洛开始拉人，林洛在我这个位置拉人，在我这个位置拉人。准备好的打一，准备好打一，没准备好打二啊，没准备好打二。啊，行，谢风流小五，快点快点快点，雅婷妹子，哎，还有啊，你们是自己跑过来的啊？这个是谁啊？有大表，哎，你的名字我看看，你的表啊确实很大啊，快点快点快点，林洛你拉，林洛你拉，拉了之后我们站到后面来，站到后面，不要哎，能不能不要在竞技场拉屎？谁拉的屎自己吃了？你妈！这是竞技场啊，竞技场啊！你们先过来之后，我讲规则跟玩法，我讲规则跟玩法，以及每天活动内容，以及每个人的奖励啊，以及每个人的奖励，好不好？那现在我们到了10个人，还有60个人没有到，还有60个人没有到啊，还差60个，一共70个人啊，一共70个人。这龙酱油，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小瑞，你刷一个保险箱出来，然后放点肉，再放点水瓶，不然的话还没开始人都饿死了。对呀，啊，妹子我就饿了。对呀，啊，不然还没活到没开始先饿死了，先来刷个保险柜出来，放点肉啊。水食物，我要饿晕了，饿晕了，做一个实际上的大便。啊，好了，我回来了啊！还有那个小瑞啊，小瑞，你坐66个椅子，然后在左边坐22个椅子，右边坐22个椅子，还有那前面坐22个椅子，分为3个战区，然后每一个战区22个人互殴啊！等会我告诉你们规则以及奖励啊，先不要着急啊，先准备准备，先准备，因为为什么今天是这个10点半活动？平常以后的话是11点活动啊，11点活动。然后今天活动呢，这个是咱们第一次，而且
活动准备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做好啊，所以大家耐心等待一下过场，然后等你们人全部到了之后，全部到了之后呢，我再给你们讲规则跟玩法啊。大王，你们先搞着，然后你们肚子饿的啊，来开这个棺材啊，不，这个保险柜。大王，过来。对，这个保险柜是你们开的地方啊，这个保险柜。这个谁的封神翼龙起走？谁的封神翼龙起走？封神翼龙赶紧起走，起走拉人，起走拉人。一瞬间谁全拿了吗？兄弟，封神翼龙起走，赶紧拉人，等会拉人了啊！没看到肉啊？装备不要带啊，装备不要带，会爆的啊，会爆的。等会给你们发奖励啊。好。人家水平。这个七十人混斗啊，七十人混斗，我会选出 A 组、B 组、C 组三组人，三组人呢啊，等会给你们讲嘛。来了人再说。打盖野还打盖野。谢谢敌人点送的萌，谢谢拯救这个错误的世界。然后那个小瑞一个林洛在不在？林洛啊，小瑞一个人忙不过来，他坐椅子。林洛你在的话，你拉下人。不要带装备啊！不要带装备。林洛在不在？这是不是林洛啊？林洛你再拉下人，拉下人，把人拉了，把人拉了。林洛一直在当拉人。啊，行，拉快点，拉快点，五秒钟拉一个是吧？拉快点，拉快点。我可以申请不参战吗？啊，不参战的话，还不如直接退了这个游戏，让别的这个基友进来。别太自私，每人拿一点就行了。这个每个人必须要每天必须要十一点钟参加活动啊！如果不参加活动的话，就退，先退，就是十一点钟先退出这个服，然后让新人过来玩就可以了啊！谢谢啦啦啦，但是一定要听指挥啊，不要捣乱啊，不要破坏规矩啊！谢谢二水，谢谢大白。先拉人，拉人，拉人。哎，我先点个烟。谢谢商，谢谢俊哥哥。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楚河，你这张脸好丑啊！啊，就是说现在就是被卡掉线之后，桶就没有了。卡在洞口之后，恐龙就没有了。对对的。卡在什么洞口？恐龙没有了。就比如说我骑着一个龙，然后我被卡掉线了，然后上来就没有了。哦，那是死了，那是死了。你要掉线的话，那龙肯定被人打死啊。被人或者被飞行坐骑吧？对，被其他东西咬死，那很正常。那是独狼鹰，是不是你的？天上的飞行坐骑，我刚才看那个独狼鹰，对对对。等我再说吧，等我再说。啊，或许是他们的。那等我再说。可能他不懂。哎，我发现我是全场最高的，怎么还有两个异形啊？过来干嘛？这俩异形什么意思？这么屌啊？要啃人啊？啊，谢谢我们的曼曼，谢谢。不要拿任何武器啊！发现犯规的，我就警告一次了，就直接警告一次啊！警告一次，警告两次的话，就会开除啊，就会开除。不要吹口哨，不要吹口哨，哎，不要吹口哨！谢谢 WH 送大屏。等人等人，咱们等人。还有那个谁骑了东西的？那宝哥呢？这谁骑了东西的？如果不听指挥的话，以后就直接踢了啊！啊，这段先把你的宠物放到。你怎么这么低啊？不要带宠物过来，不要带宠物过来。光看放到什么角落吧，看放到什么角落，然后跑过来就可以了。啊，没有，你有这身材吗？羡慕不羡慕？看看这个人啊。啊哈。人还差多少？人还差多少啊？哇，你妈，你干仗了啊！干仗了啊！干仗了。王石，这尼玛，我他妈是裁判，他妈不给我做个裁判台，啊、他妈他们打我怎么办？小情妇啊！我操！啊！等会先打你啊！等会先打你！我怕他们打我。Hello， 大家晚上好。谢谢小黑啊！谢谢。什么晚上？这尼玛，我想一想啊。等会儿，慢慢没有裁判台，他妈的不太好啊，不太好。520干嘛呢？找个小屋子啊，找个小屋子好了，找个小屋子。我是冷啊，不是穿装备啊，我是冷啊。啊，谢谢移动 ATM 机，谢谢，把自己染色。我穿装备了，我穿装备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不要打我啊。等会儿 ，A 组、B 组、C 组。啊，讲座台。A 组出发 ，B 组出发。这个讲座台不是很好。A 组、B 组、C 组，每一个位置22个椅子，先坐椅子，坐椅子，马上开始了，马上开始了，先坐椅子，坐椅子，马上开始了啊！谢紫禁城送的
大一瓶。权力游戏。小瑞，小瑞，先把椅子放了。每一个区域22个椅子，每一个区域22个椅子，22个，不要多，不要少，不要多，不要少。啊，这可以，22个，22个。蝙蝠侠啊！这谁还拉屎啊？啊！我操！哇，你怎么那么娇小啊？啊！你整个人还没我一个腿粗啊！我去！背后还有一只鸡，来帮我把后面这个东西给擦掉来。擦不掉，擦不掉，还擦掉啊！谢谢铁人点赞的我。还他妈一只鸡！先都拿食物啊，都拿食物，都拿食物，都拿食物，拿好啊！食物拿好了，食物拿好了。打死啊！打死啊！哎，我怎么感觉我们像一群难民啊？不是过来打架的，像一群奴隶啊！啊，是不是？有没有这感觉啊？不是，土豆都没装备了。没有装备啊，都不带装备的，只带肉，带肉跟水，肉跟水在里面，肉跟水，没有肉，没有水，没有肉，没有，我也没有肉了，放心吧，没有了，都忘了，来，谁有肉的多放一点进去，谁有的多放一点进去，不然不给我们吃的，我们怎么打架啊，对不对？你们这帮逗逼，不带点肉过来，管理来放点肉来，管理，按住 shift 拆分，按住 shift 拆分，多余的，然后丢进去，不需要多少，就需要十几块就可以了。每个人十几块可以了啊！我骑龙干嘛？等会我骑龙观战吗？我骑龙观战啊！你买好标啊！哦，可以可以可以。我出不去了，能不能先让一下子？可以可以，谢谢我们的十方岁，谢谢。你们想让我骑龙观战啊？那迷你，穆里。茉莉不要拿装备啊，不准拿装备啊，每个人都是的啊，如果我看见了就犯规啊，犯规我要警告的啊，警告两次的话那就不好意思了啊。那我装备放哪里啊？装备不是我拉人的时候就让你们不要带装备啊。我这个头套能带吗？头套啊，你带吧，你带头套不能带，头套有装备。头套有装备吗？有护甲吗？头套可以有护甲的，它是放在护甲上的。哦，那好吧，那头套取了吧，鸣人啊，鸣人。啊，谢谢我们的小伙伴送的188老司机，谢谢。啊，行，还有谁没到的？没有，谁没到打一，谁没到打一。可以了，全部到了，我开奖，全部到了，我开奖。以后的玩法以及每天的活动什么东西的啊？没到的打一啊，没到的注意打一啊，对，没到的注意打一。打一了之后我带你们。我刚才捡了一个。你到了你还打一干什么？啊。你拿吧。这个大飞，你抢估计都行。大飞呢，还不如叫大傻。那个，我有了，我有肉了，有了。哇、哦，你们拿肉拿这么快啊？有水吗？有水吗？那放一个拿一个。多少？水给我一点，水给我一点。60人啊！好的，不分组，不分组，今天不分组。谢谢小伙伴，今天是混战，混战啊！第188老司机，谢谢啊！到时候会分组的，到时候以后的活动会的。没打我呀，明天的活动或者后天的活动谁打我的啊？不要乱打人，打人的话直接踢啊，打人的话直接踢了、直接开除啊，直接开除。不要打人啊，不要打人啊，这乖啊，都稳一点啊，都稳一点。带头套干会有的你们打的啊。啊，谢谢我们的笔墨，谢谢啊。不知道谁啊，我操，这你妈怎么还有死人呢？一只水壶你要不要、这个、谁死了？被人打死了，要啊！我没死，我没装备也掏了。我给你了。啊，行行行。啊，行，来来来，椅子坐好了没有？干嘛？椅子坐好没有？我准备开奖了，等一下啊，还没到的快一点，还没到的快一点啊，没拉到的快一点，快点拉，快点拉。等我们天亮就开始了啊，天亮就开始了。我们到这 A 组 B 组这边来 ，A 组 B 组这边来，这边来，然后站在我的面前，把我围起来就可以了。对，把我围起来就可以了，然后我按 B 键，然后你们说话能听到就可以做运动啊。那你先热身吧。谢谢我们的火影一组、海贼王一组、龙珠一组送的100个老司机，不行他们听不到我声音，让他们来我这啊，都来我这，把我围起来，然后这样的话你们这个能听到我说话，最好的话你们开一个小歪歪，对，开一个小歪歪过来，没有到的赶紧拉，没有到的赶紧拉。
啊，这个栗子是我保镖啊，是我保镖，不要超过我啊，不要超过我，站成一条线就可以了。等会儿站成一条线，这样吧，你们站在，你们跟着这个猴赛雷站，就是那个 B 啊，这个 B 旗子啊，站在旗子这边，站旗子这边，然后我跟你们讲，最好的话是你们开一个 YY 啊，开一个 YY， 然后小号，然后到我直播间，然后以免你们有些人听不到。站到这个 B 这边，站到 B 这边，不要超过我啊，不要超过我，不要超过我。啊，谢谢我们的小 S， 谢谢。不要站在我后面，不要站在我后面，大黄，我只有栗子一个保镖。啊，谢谢唐朝送的一个小屁股，谢谢。还有易泽木、树懒、繁华、陈晓，没有到是吧？不要离我那么近啊，雅婷妹子，不要离我那么近，往后面一点，往后面一点，往后面一点，不然我看不到。不要乱打人，行不行？600个，这三个小，还有几个人？那我先讲了啊，都准备好了吗？你们可能很多人今天没有看我直播啊，然后呢，我也没有跟你们讲详细的规则。那现在呢，开始跟你们讲详细的规则。以后每天方舟啊，不要乱动，不要走来走去啊，不要乱动，不要走来走去啊，不要超过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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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位置，不要超过我的位置。这后面这几个人，你们这个小心怎么老不听话呢？小心，我给你3秒钟，三，好，行 ，OK 啊。那今天呢，这个活动呢，我先跟你们讲啊，活动呢就是第一个活动是拳王争霸赛，第二个是 BOSS 狙击战。每个参加活动的人会获得丰厚的奖励，什么奖励呢？10个绿屏，20个经验屏，每一组冠军会获得20个绿屏。50个经验瓶，以及最后的冠军会获得一个金刚，以及20个绿瓶、50个经验瓶。不管你们每一个人胜负如何，就算死了，也可以找管理要奖励啊。只要参加的都会有2个活动，2个奖励啊。第二个活动也是如此，但是规矩呢有点不一样。那今天活动分为 A、B、C 三组，A、B、C 三组，然后每一组22个人，然后我会选 A 组进场、B 组进场、C 组进场，我是裁判，我不参加，啊，我参加我被你们干晕了，我操，我看不到战况啊，对不对啊？我有点怕你们这样赤身裸体的把我强奸了怎么样？那我怎么办啊？对不对？啊，算了，跑题了啊，这个。我再给你们讲一下啊，还有交易所，就是林洛做的交易所啊。林洛的交易所呢有什么用呢？我跟你们讲一下啊，就比如说你们的训的霸王龙，你们可以去换绿瓶，绿瓶是我们游戏当中的通称货币，你可以去出售。就比如说一个霸王龙换50个绿瓶，哎，或者是这个他出售一个霸王龙100个绿瓶，你们谁要你们过去买啊，就这样的。比如说一个金刚啊是1000个绿瓶等等。我们还有每次我都会开拍卖行，这个绿瓶呢是货币，到时候我们增加了货币系统，到时候你们想换什么东西都可以，每天过来参加活动呢就可以获得非常多的货币，就是绿瓶啊，这个是货币，找林洛就行了啊，这个跟我没关系，不用找我啊，不要找我，我没有啊。还有虽然我是裁判，但是我也要拿这个10份奖励啊，就是10个绿瓶、20个经验瓶啊。啊，不多不多，因为你们很多人等级很低，然后呢获得不了龙，然后拍卖行拍卖什么呢？拍卖行可能拍卖龙珠、麒麟、飞龙等等东西，起步价呢都会10个绿瓶等等，20个绿瓶等等，然后我们每天8点半，啊不，每天9点半或者10点钟，然后进行拍卖活动，然后训龙，然后11点开始活动，今天活动2个，然后每周呢一周的时间有7天活动都不一样，明天的活动会更好玩。谁他妈的在我上面啊？给我下来啊！这谁啊？小瑞啊，他在我上面拉屎啊！他拉屎啊！我先说一下啊，我再说一下啊。还有就是这个，不管什么活动啊，不能捣乱。如果捣乱了，1次警告，2次永久开除服务器。我们需要把这个你这个方舟简单的拆家 PVP 已经玩腻了，简单的驯龙已经没有了。大家这个在。自己玩的时候不敢拆家啊，还有一些怕得罪人，但是没有关系，活动的时候你他妈想干谁就干谁，但是不能干我啊，真的。哎呀我操，
来，保安，保安，把干草原！他妹的，我想干谁干谁的吗？我他妈还没说完，把关起来，把关起来，把关起来，关监狱去，把手铐戴上。都有肉，有肉。不要杀，不要杀，这个就是不听裁判的话的下场啊！就比如说盖子啊，很贱啊。好，今天的活动呢，这个我们就现在先开始啊，先开始，然后有什么不懂的啊，到时候再问我。每天都会有两个好玩的，明天会更好玩。明天的活动我们做建筑物啊，这些建筑物都做了大概十几个小时。明天会换场，不，后天会换场地，明天呢也会换一个场地，这些场地都是很辛苦的啊。这个也是我们这个林洛啊小瑞啊辛苦做的啊，然后明天吧，明天的活动你们肯定喜欢啊。今天呢咱们先来一波，第二场活动呢我等会到地方了再给你们讲解啊。然后大概如果不出问题的话，大概是20个绿瓶40个经验水就可以升40级，每个人可以升40级，而且有20个绿瓶的话可以驯龙哦，5个绿瓶驯一个哦。好，那现在 A 组、B 组、C 组随便坐，随便坐，随便坐，哎，随便坐，随便坐，随便坐。啊，谢谢我们的徒手岁月送的蓝心。A、B、C、A、B、C 三组随便坐。啊，随便坐，然后随便坐，随便坐，随便坐。A 组是第一个进场，B 组是第二进场，C 组是第三个进场。然后你们想让哪个坐？你们想让那个先进场也好，什么东西坐满就可以了，坐满。每一个座位22个人，一组二十二个人啊。好，哎，好，好，行，我看看盖爷啊，呀，盖爷没关起来啊，啊，盖爷呢？把盖爷关起来。关住了，关住了。哪里啊？爷妈妹的，我就问你后不后悔啊？本来好好参与活动，你打我啊？你不是说的吗？谁都可以干的。我扣的，扣的。栗子吧，看着啊，栗子啊，不让他跑出来了。好，来，其他人，其他人过来，其他人过来，其他人过来，谢谢北辰，谢谢啊。啊 ？C 组人有点少啊，坐满椅子就行了啊，坐满啊。我现在这个椅子你妈，这个椅子是好几个人坐的，22个单独的椅子就行了。啊，行啊。A、B、C 组啊 ，A、B、C 组。A 组、B 组、C 组，只要取得第一名的会获得20个经验瓶以及40个经验药水啊。然后那个林洛或小瑞来记名单，你们来记名单，然后额外发奖啊。好 ，OK。我开一个震撼的音乐，这样子啊，这样子你们都在我的这个直播间吧，这样子啊。然后呢，你们的任务很简单啊，你们就走到中间，等会呢我喊 A 组集合的时候，你们走到中间啊，走到这个中间，我会在你们旁边绕啊，在你们旁边绕啊，但是不要打到我啊，不要打到我。那个给我个盾牌，来给我个盾牌，拿盾的就是裁判啊，来给我个盾牌。哎呀，嘿嘿嘿嘿，哎呀我操啊！拿盾牌的人不能打啊！记住啊，拿盾牌的人不能打啊！我会在你们周围晃来晃去啊，晃来晃去。好，行 ，OK 啊。我开启第一首战歌，我喊第一组进场，然后你们准备进场。我喊3、2、1，开干，然后你们就混战，好吧？好，行，来准备了啊！拳王争霸赛第一轮，耶，我的战歌呢？等一下，盾牌悬浮术，谢谢点点点送的猫。还有每三组冠军啊，每三组的最后一个胜者，一定要。等我会最后打一场3个人，等一下啊，这么大的平台你们随便走位啊，随便干啊。我找一下我战歌啊。好的，等一下啊，这个不好。OK， A 组进场。我的位置 ，A 组人员进场。
站到我的周围，等我往开站。等一下，等我喊开战哦！我这 A 组能不能快点？别磨叽啊！哎我操，还有两个活动呢。哎 ，A 组怎么全是我们队员？就在这个区域啊，不准跨过红线，不准跨过红线啊，不准跨过红线！记住了啊，不准跨红线，不准跨红线，红线不要越过，红线越过算犯规。来，准备，三、二、一，你们开战！别打我啊，别打我！打呀，我操，打呀！我操，你们跑什么？尼玛，怎么都那么猥琐？只要能赢的，只要能赢的！不行，他们不干！我操，他们不干！我操！他们这么猥琐，对，干起来了，中间干起来了，中间干起来了，我操！用拳头互塞，对，用拳头互塞。OK， 现在两个人是互干一个人，两个人互干一个人。现在他们俩集合了。临时组队，你们可以临时组队，对，没有问题。你们继续打，继续打，加油！不要找到我，不要找到我。我操，牛逼！哎，洛尘在偷袭，在偷袭一个小矮子，这个小矮子也不示弱。我操，小矮子晕倒了。所有人可以集火力，小矮子，哎，别挡到我了，看你们了。我这很拼，合着这场地是不是太大了啊？场地啊，哎呀我操，没等着对我的。OK， 这我两个还没有死，两个只是晕了而已，还没有死啊。看你们了，又晕两个，谁才是真正的王者？谁才是真正的 A 组拳王？等会儿这个圈 B 组换一种方式，等我 B 组换一个方式。啊，妹子，还有一个穆林，不能用武器啊，用武器算犯规啊，用武器退场。最后几个人，看你们了。用武器犯规两次永久开除啊！犯规两次永久开除。哎，这个人大黄，这尼玛全是我们队伍的人。哎，这个妹子别打我。小歪警告一次，用毒猫小歪。退场，小歪退场。看你们最后几个人了，加油！4-1，哎，左勾拳右勾拳，能打得中吗？漂亮，3-1。好勾拳，左边呢，不要打到我。就最后三个人，一个是洛尘，一个是雅婷妹子，还有一个鱼子妹子，还有一个晴空。我说你们四个人干不干？我操，不要跑来跑去好不好？哎，你嘛，不是我说你们怎么那么怂啊？如果是我的话，我操，不行了，裁判要打人了啊！限你们一分钟，打完了没有？我操，快点！你们再不打，我裁判要打人了啊！快点，一分钟之内解决战斗，不然的话，保安，快点，保安！一分钟之内解决战斗，快，速度！场地有点大，适合冷战，不适合冷战。一分钟如果解决不了，倒计时五十秒，快让保安上场，快让保安上场！倒计时一分钟。倒计时45秒，如果再站不出来，几个人，倒计时40秒。我操，这几个猥琐男，我尼玛在后面盯着啊，场地太大了啊。我操，倒计时30秒，如果再干不晕就叫人了。看你们几个，哇，太大了。看到了，合同失误，我操！快点！ OK， 最后两个人，干晕就可以了。最后三个，大黄，这三个人，啊，小歪那边，鱼子那边，全部到石头这边集合，冰箱这边打。等我下次，对，直接在区域里面干。你们想法跟我一模一样，聪明啊！哎呀，我操！
谁干谁干谁干，我看谁最后能赢，谁最后能赢。二十秒，跳跳跳跳跳跳，不要跑，跳跳。妹子，最后四个，不要弹簧，不要弹簧，十秒钟。哎，我发现你们真希望我狗叫阿雪，谢谢啊。直接干，不要虚，直接干。还有四个人，三个人，最后两个人跳跳洛尘，跳跳洛尘，跳跳给洛尘，二选一。哎，不行，我发现每个人尼玛晕了又起来，我看来要打死。啊，这区域不对，谢洛尘。啊，这个样子。啊，谁啊？这个啊，你们区域的，你们最后的几个人还是奖励一样吗？你们这样分不出胜负啊！啊，直接在区域你们干比较好啊 ！A 组结束啊 ！B 组回去来。A 组结束啊 ！B 组回去来。不要卡麦。B 组回去。然后记得要把人打死，不能过红线啊！只要过红线算犯规啊！哎，这个人谁？这个人把 B 键放掉。不要按 B， 这个人不要按 B， 这个人一直卡麦呢，不要按 B 啊，不要按 B。来第二排坐啊！啊，行 ，B 组不要动哦 ，C 组也不要动哦 ，C 组。啊，行，可以。啊，你们就在这里啊，我等会好像开战的时候开战的啊。记得不要越过这个红线啊，看你们打要打多久啊。嘿，这尼玛问题是 A 组的全残没有。我最少杀十个。不能差。A 组的全残没有选得出来啊，因为都一样奖励吧，都一样奖励好了。哦，行 ，OK。啊，晕了不用拖，晕了你们打也可以，什么也可以啊。晕了这个，要不我来拖，要不来两个拖怪的。栗子，保安啊，如果你看到谁晕了，把他拉出来就可以了。对，只要晕的啊。啊，行，准备了啊，倒计时十秒开始，准备了啊。准备，好，给你们看个战歌，你们，我激烈一点的有没有？不行，啊，七线战歌来，啊，准备，19876543，一开始，开始，不要过红线，过红线的算输，我看你们打。估计加油啊，WDQ， 加油！估计，我操，估计干晕一个，我操，干翻两个，我操，牛逼！我三个晕了，四个晕了，现在还有几个人？这个肥子，我操，很猥琐，我操，一瞬间，我你妈估计全亡，估计不会吧？我操，这么牛逼啊！哇，这个肥子一直在走位 ，OK， 拖尸，加油，估计加油。对，保安拖尸，还有最后四个人，我他妈这好快，我操，估计死了，估计不行了，哇，这个肥子很聪明，叫 WDQ 啊，一直车轮战，打他们一拳，然后又跑，然后再跑过来，然后又打一拳，又跑，然后又打过来，我操，很聪明，用智商碾压了对手，他们很多人只知道干，但是不知道用智商，啊，非常的笨啊，我操，谢谢我们的出局。啊，最后五个人好像一个人被草飞了啊，这个黑子也是的啊，蹲了一下然后跑了过去啊，参与战斗 ，OK， 在后面偷袭啊，这个好像矮子非常占优势啊，矮子跳了起来非常的灵敏啊，两个矮子非常灵敏啊，非常漂亮啊，这个高个子的好像不是很给力啊，高个子死了，好像最后只剩下胜利的好像只是两个矮子啊，两个矮子好像在战斗。啊，我离近看一下啊，又勾出来一个拖尸队 ，OK， 啊，现在我看看拳王是谁，最后两个人不要打我，我是裁判，你们两个人打，一个肥子一个矮子，都不要进去，决战胜负了，应该是 WDQ， 刚才一个最猥琐的，还有这个人，这个矮子一直在跳跃，右跳左跳右跳，卡到了城墙里面 ，OK， 这个黑子又起来了，黑子疯狂的跑了出去啊，但是被墙堵了一下，没有跑出去，我操，黑子也参与了战斗。
我黑子把那个肥子干死了，我操，肥子在流鼻，我黑子要翻盘，要翻盘，我操，要翻盘，我操，黑子晕了，黑子晕了，来，驼石，来，驼石，驼石，哎，这个墙越堵越严重了，我操，最后三个人，最后三个人，其他人不要进来，其他人不要进来，其他人不要进来 ，OK， 最后两个人干，最后两个人干，就你了，就你们两个人，我操，漂亮，停下来，几个人，冠军 ，B 组冠军，你是冠军，你是 B 组的拳王，我操，干爷，我操，干爷，你怎么出来了？我操 ，B 组拳王，我操，你真牛逼，我操，我们集体刷一波，干爷牛逼，好不好？哎，我操，干爷，我操，我想不到，我操，怎么是你啊？我操，哎，牛逼，好，干爷这个拳王，干爷 B 组拳王 ，OK， 拆门，拆门，拆门。下面我操，哎呀，我的嗓子我真受不了了。呜，盖爷可以，盖爷，我操，真牛逼啊！你是真牛逼啊，盖爷啊！啊，行 ，C 组，我嗓子受不了。太晕了，太晕了。哇，真牛逼，真牛逼，我操，真牛逼！啊 ，C 组准备 ，C 组准备，留一个口就可以了，我来观战 ，C 组。到时候最后的拳王是 B 组跟 C 组战斗啊 ！B 组跟 C 组战斗，不要看着我，你看着我没有用啊！我不会对你们有任何怜悯啊！好 ，OK 啊！如果最后获得冠军的人，就会获得一个金刚的奖励，一个金刚，并且有30瓶秒熏药，50个经验瓶。啊！不要卡着我，卡着我，我怎么看啊？他们等我打我怎么办？啊！算了，不准打我，我在角落啊！我在角落啊，我要观看啊，准备啊，来换一首战歌，啊，关起来吧，你以免有人进去。关起来干嘛？关起来吧，来。哎，啊，准备，我换战歌了啊，准备啊，倒计时十秒钟 ，OK， 倒计时十秒，19876543321，来开始战，最后一组成员，最后一组成员。OK， 小瑞有空的去做个囚笼，最后两位冠军囚笼战。这个是谁？这个是忘词了啊！还有一个鸣人跑来跑去，他以为他是火影忍者，跑得非常的快，用了他自己毕生的查克拉啊，跑得非常的快啊，再约了一个大汉啊，大汉晕倒了。OK， 左边哎，这边哎，几个人联合在一起干一个小矮子啊，这个又是一个小矮子，也是个黑人，跳得非常的高，踩了一下我们的板子。好，现在啊都在徘徊着，都在找机会，哎，找机会，哎，左闪右闪，左跑右跑，哎，都没有干，胆子有点小。鱼子出去，雅婷妹子出去，你们是 A 组的，不要打，其他人不要进来。好，约了三个啊，这个黑子啊可以说是我们本场比赛 C 组比赛的冠军黑马啊，黑子非常牛逼，哇，他走位非常灵巧。啊，左换一换，右换一换 ，S 型走位，螺旋走位 ，OK， 前面几个肥子干起来了，哎，非常牛逼，哎，左换一换，右换一换，不要打裁判，记得不要打裁判 ，OK， 最后四个人，啊，这个鸣人也不示弱，他不要打，妈，连我裁判都打，尼玛，这个鸣人打错了啊 ，OK， 最后几个，好像一个人被扫飞了，啊，从天而降 ，OK， 又醒了，我操，加油，最后一点。哦，鸣人又晕了，裁判注意脱脂，这边人不要进去，输的不要进去啊。好 ，B 组还差最后一点点，最后两个人，我操，一个小矮子，哇，一个黑大汉，两个人干起来了，谁才是真正的 C 组拳王？我操，胡干，小矮子被扫飞了 ，OK， 黑大汉在背击，我操，黑大汉赢了，这是谁？林云龙，我操，牛逼，林云龙牛逼。我操，我们 C 组拳王林云龙啊，跟这个大汉就不算了吧，啊 ，OK， 最后的决战将是我们盖爷跟林云龙，谁才是我们拳王争霸赛第一届的冠军？哎，哪一位冠军打我啊？不要打我好吧？来，中心劳伦战，我们所有基友为他们喝彩，等我活动完了，统一发奖励，喊得很累，好不好？哎呀，我去！喂！哎，我操，累死我了！中间的囚笼坐好。盖爷跟林云龙，你们买谁赢？我们开个竞猜，来做个这个小囚笼，来，我们都站到我旁边为他们喝彩，
我他妈喝彩，来我开竞猜了啊！你们谁买？盖爷还是林玉龙？拳啊，拳王争霸赛冠军啊，冠军啊，盖爷，林云龙，对吧？林云龙 ，OK， 好，开好竞猜了。盖吉无敌啊，盖吉！行，盖爷啊，盖爷准备，等一下啊，等一下啊！哎，我裁判应该要进去啊，我裁判要不要进去啊？我裁判不进去了啊。这个你们俩加油吧啊，你们俩加油，不准出来啊，不准出来。龙哥加油！准备好了啊，我要开战歌了啊。好的啊，我们盖爷在右边啊，有没有人为他喝口水啊？右边一个，左边一个，搂他、啊。哪边是盖爷啊？哦，那边比较瘦弱的是盖爷啊。好。OK， 来19876543321来开干 ，OK， 好、啊，现在开干了，现在两方人虎视眈眈，谁都不敢干谁，然后左跑一跑，右跑一跑，都没有干什么，都在走位，好像在跳舞。现在啊，盖爷首先打中了一击、两击、三击 ，OK， 打中对方一击，黑大汉打中盖爷两击，哇，盖爷虽然很瘦弱，但是不忘当年的勇猛，我操，疯狂的砍人啊！不愧是混黑社会的，走位非常棒。但是我们盖爷居然倒地了，盖爷居然倒地了！我操！哦，这个有点让我们出乎意料啊！出乎意料之外，林云龙啊，是我们第一届的拳王争霸赛冠军。然后盖爷这个也是这个辜负了我们所有人的希望。盖爷你不行啊，盖爷啊！哎，我还以为你能坚持一分钟的，没有想到你这么弱啊！啊，林云龙是当兵的，盖爷是混黑社会的啊，这个还是当兵的还是干不过吧，黑社会还是干不过当兵的。OK， 注意转移场地了啊，下一场活动，然后准备分东西了啊，准备分东西了。啊，林云龙获得金刚一头，然后盖爷呢获得20个绿瓶、50个经验瓶、50个经验瓶，其他所有人获得。这个10个绡瓶以及20个经验瓶，到时候活动结束之后，这是第一个活动，第二个活动还有奖励，也是一样。OK， 拉人管理拉人，第二场活动 BOSS 狙击战，我会讲规则以及活动玩法等等东西啊。等会奖励，我每天晚上11点，每天晚上11点两个活动，每天玩都不一样，明天更好玩。啊，明天呢我会还原 GTA5， 哦，结账，忘记了。哎，我嗓子都破了，我去。啊，累死我了，林云龙，林龙牛逼啊，林龙，啊，回合太慢了，因为我要给你们准备很多活动一起玩，我们70个人，啊，行，管理赶紧拉，先拉我过去，先把我拉过去，管理啊，拉我呀、啊，管理拉我，拉我，以后的活动会更好玩啊，更好玩，管理拉我一下，先拉我。先发奖励要发半个小时，你发奖励不浪费时间吗？我不想浪费你们观众的时间啊。然后到时候，活动完了之后，咱们慢慢发奖励啊，对吧？到时候让管理去发。嗯，对。那好一些。这个活动会有点不一样啊。等会我告诉你们怎么搞。管理拉。对，赛后之后，每天晚上活动，这个就像梦幻西游啊，就像网游，每周的周一有什么活动，周二有什么活动。啊，每天都不一样，然后呢会有各种各样的奖励啊，可能今天奖励金刚，明天奖励龙珠，或者奖励火龙啊，什么东西啊，看情况吧。然后交易所也是拍卖行呢，咱们现在等我先把拍卖行的价格表做出来，然后再把那些东西我放到我群里面，然后呢到时候每天晚上大概9点半开拍卖行啊。好，先拉过来了啊，这是 BOSS 站台，对 ，BOSS 站台，这个呢就有点，这个活动就有点彪悍了。刚才那个活动呢是我们这个选出胜负，但这个活动我们要齐心协力啊！等会儿跟你们讲，齐心协力。对，我跳下去，林云龙五拳 KO 了盖子，牛逼！啊，谢谢我们的这个演绎送的萌，谢谢。啊，不高的，因为是狙击战。等会我需要你们观众帮我一个忙，帮我计数，就是啊，就是帮我计时，帮我计时。
计时完了之后呢，那个密码等计时吧，等计时好了。采访一下冠军啊，那有道理啊，来把冠军拉过来，把冠军拉过来。给我15块。那干倒了盖爷啊，他有什么样的心情啊？我们你妈虎牙乱不乱，盖爷说了算啊。居然把盖爷干倒了，要采访一下，对，是要采访一下，他有什么心情？谢谢点点送的毛，谢谢古油飘。把冠军拉过来啊，问一下冠军啊，啊，林洛啊，林洛，林穗，啊，林穗，你们也去当过啊？行行行，这样子吧，这样子吧，这个林穗跟栗子，然后啊，都给了管理员权限是吧？然后那个你们四个人以后每天帮帮忙，然后辛苦一下啊，帮帮忙，这个安排活动场地，给大家这个做出很好玩、很好看的活动这个场地，以及我会把想法告诉你们，然后你们来做啊。辛苦一下子，还有那个古罗马斗兽场，啊，要做，古罗马斗兽场有女子组吗？啊，到时候会有活动啊，叫保护妹子活动啊，到时候再说吧，到时候再说，因为活动还有很多，我有十几个活动方案还没完，刚才第一个，我先把不好玩的先玩了，刚才那个一般般，然后明天的会稍微刺激一点啊，比这么，后天呢稍微的会更好玩一点啊，等等的，啊，龙哥呢？龙哥，凌云龙啊，龙哥，龙哥人呢？啊，为什么不拉龙哥？为什么不拉龙哥？密码什么？不知道怎么拿那个枪。龙哥呢？这是宝哥，我操，龙哥不见了啊！女子组估计不稳的嘛，那不一定啊，那不一定，那不一定。哎，龙哥人不见了。我带不带我要啊？什么事？龙哥，你对于你打倒了盖子有什么想法啊？我错了，我错了。啊，那个什么，我们建建国的臣民都很强，我只是普通的一个。过来，你猜我一拳。你可是冠军啊，群红啊！难道你打了盖子没有一丝丝的骄傲吗？你是怎么做到的？你为什么没有一丝丝的骄傲？如果是我的话，我要吹牛逼吹上天呢。可惜我没有那个实力。没主要是我们建建国的领国王建建领导情况。我操！我只能说牛逼了。我操！玲珑有说这个我们下了这个节目之后啊，这个你教我两手的啊，我也想学一学，哈哈哈，不然的话他们老说我菜啊，这个我搞得我很尴尬，你看我都不敢参赛，我一参赛我你妈两拳被他们塞晕了怎么办啊，特别我最怕盖爷啊，哎呀啊，这个活动等会这个活动吧，等会这个活动好了，然后那个这个活动呢，我希望玲珑啊还能取得第一名，有没有信心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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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哥有信心啊？龙哥必须龙，好，我们再采访一下我们的这轮比赛亚军盖着盖着盖着豆的盖着盖着盖着豆的盖着，那个不要按 B 键卡麦，那个人我看谁，不要按 B 键卡麦，那个人树懒你不要按着 B， 你老按着 B 的话卡麦了，豆懒盖爷呢？哎，我操，我怎么晕了，我操，我怎么晕了啊！把我弄醒，把我弄醒。盖爷人呢？盖爷，盖爷肯定很遗憾啊！盖爷说，肯定说，哎呀，我的金刚啊！我操，我的金刚啊！啊，谢发哥小哥，哪是盖爷啊？盖爷人呢？那爷子辈的人物呢？啊，在哪呢？盖爷还没有过来，盖爷还没过来，盖爷还没过来是吧？哦，是吧？盖爷去修炼了，去闭关修炼了，去打拳啊！哼，谢谢初遇。我估计盖爷今天晚上还是操山操一晚上啊，操山操一晚上。啊、谢情商送的萌，不要当兵当兵了。呀，盖爷啊，你这个你差点就冠军了啊！刚才输了，你有什么感觉？你是不是有没有觉得对不起观众，对不起你的粉丝？有没有单挑你呀、啊？不是，你不是单挑我，我裁判我弱。你有没有信心拿下这把第一？因为刚才林云龙他说了，他说你就是个垃圾，你就是个垃圾，然后还说啊，这把他还要把你踩在脚下，你火不火？啊，火不火？我就问你，盖爷火不火？你火不火？想不想拿第一？想不想拿第一？啊？想啊！你想也没有用啊，这个比赛团队协作没有第一第二之分啊，那算了吧，啊，算了吧。你想有什么用啊？谢谢天意，谢谢，谢谢天意，谢谢。怎么了？那个逗逼。啊，所有基友，一人拿两把狙击，一人两把，不要拿多，不要拿多，等我会死的。
两把狙击啊，两把狙击。土蛋，这一只老鼠乱。两把狙击，然后两百发子弹，两把狙击，两百发子弹，一人拿两把，不要拿多，因为会死。每个人准备好了，每个人准备好了，没有到打一。密码多少？密码多少？密码，密码多少？密码箱多少？密码多少？我不知道。密码多少？密码多少？两把狙击，一个降落伞，两把狙击，一个降落伞啊！拿好了之后，我跟你们讲活动内容。密码五个一，密码五个一，不要拿多啊，因为装备会消失的。最多四个。我打好清楚密码了。最多四个密码。那密码什么？我清楚密码了，我清楚。我不知道。密码是什么？密码是什么？我清除了，清除了，没有密码。啊，清除了，没有密码。两把狙击不要拿多啊，拿多没有用啊，拿多没有用。这狙击最垃圾的狙击啊，没有伤害的。密码不对啊，到时候会，到时候会有装备战的。哎，好。现在可以开，现在可以开，想不清了。哎，我操！我拿我的。两百发子弹，两百发子弹，两百发，两百发。我算一下，我们七十个人，七十乘以两百等于几？枪在哪呢？七十乘以两百等于几啊？忘记了。走开，不要堵路。啊，谢谢浅笑。枪枪拿了呀。七十乘以两百。别拿了，我操，拉光。啊，一万四，降落伞不够，降落伞不够，降落伞不够，哎，没枪啊！枪在左边第一个，枪左边第一个，一人拿两把。没有啊，子弹不要拿光，谁把子弹拿光了？左边第二个有。一人两把子，一人两百发，一人两百发。这有一念飞鸟，谢谢，我拿多一点吧，差不多吧。这个可是人狙哦，让一下。哎，这我有装备，我你把一身裸体啊，啊一身裸体。这个是谁啊？死倒在地了，树懒，啊，树懒不要卡麦哦，树懒不要卡麦哦，都会把那个树懒的装备那个活动奖励给他发过去就行了，到时候一人发，到时候你们活动完了不要走啊，千万不要走啊，千万不要走，活动完千万不要走，发奖励的啊，等会发完奖励之后再走啊，啊，谢鱿鱼面飞鸟，谢谢，看看啊，奥秘这个区域，这个区域为主。不能多拿，不能多拿啊！千万不要多拿，千万不要多拿，多拿没有用啊，多拿没有用。两发狙击子弹只能打个大概两百发，大概两百发啊，只能打两百发。拿完了，等会儿我讲啊，不要浪费子弹，不要浪费子弹啊，不要浪费子弹，我等会儿跟你们讲怎么玩，怎么玩。我动完了，一波。子弹还不够啊！火箭筒呼。盖子，我一发都没有。降落伞啊！降落伞啊！怎么没有降落伞？降落伞，降落伞，没有管理，降落伞给我们一点，降落伞给我们一点，来，快点，快点，降落伞，降落伞没有了，土蛋，啊，不是，我这边降落伞放到最后一个箱子，没有降落伞，把降落伞放到最右边那个箱子，管理人呢，管理呢，降落伞来我这捡。啊，管理员啊，栗子，你去那个，你去那个右边那个，右边那个地方，右边那个箱子放进去，放一个降落伞，这样抢的话太慢了，自己拿。啊，那对，放到右边的箱子，最右边的箱子，降落伞啊，一人一个。我听到了。击杀者有奖励，但是我们不知道谁是击杀者啊。啊，我也不知道啊。让我夸奖。爷，我夸奖你来拿吧。对啊。到时候可能会有抢银行的活动啊。我会选几个银行的人啊，抢银行的活动，到时候我们会齐心协力啊。那还带装备啊？不是没有降落伞啊？那降落伞你没拿那么多干啥？不是，一人拿一个，多余的丢下来，只能用一个啊。活动只用一个降落伞，只用一个降落伞，活动只需要用一个降落伞。按血府的分组，按血府的分组就可以了。干嘛？活动只用一个降落伞啊，只用一个降落伞。然后拿多的按血府的分组丢到箱子里面去。没拿多的按血府的分组，丢到箱子里面去。OK。我有谁啊？没有子弹啊，叔叔大爷们。没子弹啊，没子弹。子弹，然后去拿子弹，去拿。你太坏了。现在先不要狙啊，先不要狙。快走。我们要救狙手啊。我是指挥官，我应该骑个飞的。啊，你还一直
我他妈我狙的话，我等会飞，我等会飞来飞去，飞来飞去，然后再参与战斗啊！先观看一把，尼玛，我他妈，我这样视觉效果不好，对我视觉效果不好。但是我龙在家，又降到三，又没降到三。我龙在家，我就一个，搞个飞的，我给你点。给我啊！对对对对对，没有飞，没有飞的不太好啊。那个，这个你们谁把我拉回？哎，不，你们先准备啊！你们谁？哎，那个把我拉回家啊！谁打我的？盖子不是谁把我拉回家啊？谁把管理有没有把我拉回家？我骑个翼龙，骑个翼龙速度快一点，小保安刷了，我又骑不了，哦，我骑不了的。保安，你给我个翼龙啊，保安。啊，你回家，你把我的东西，哎，你骑不了我东西啊。啊，还好我带了，骑不了我东西，就翼龙就行了。都准备好了吗？没有准备好打二哦，没准备好打二哦。哪儿？这哪的 ？DQ 啊，有什么肉？来，没准备好打二哦，没准备好打二哦。蹲下。WDQ 啊。蹲下来，张开嘴，我撸一发。啊，所有基友啊，所有基友这样子，我们这样子看我直播画面，这样子，然后这样子。520，我没降落伞。就这样子对着下面，就这样对着下面就可以了。准备好的，就这样对着下面，拿枪对着下面。就这样拿枪对着上面就可以了啊！然后呢，我们会在这里刷一个 boss， 你们都在直播间嘛？我说什么玩法，你们应该能听得懂啊！啊，这个 boss 我们实现一共十分钟，实现一个十分钟。如果挑战成功，会有十个秒星耀，20个经验品。如果每个人都有，跟上次奖励翻倍，跟上次奖励翻倍啊！如果挑战失败，每个人都没有，啊，就只有上次的奖励啊！干嘛呢？看你们这一次是否能够齐心协力，谢谢扑街，谢谢飞。在哪儿呢？先不要浪费子弹，先不要浪费子弹。是这样的，这个时候我们要观众要计时，观众要帮忙计时。我喊开始的时候五分钟，要连狙五分钟，你们连狙五分钟，狙完了之后，所有基友我喊3、2、1跳下去开降落伞，在空中把它狙倒。在空中把狙死，如果落地一瞬间，如果我们被 boss 灭团了，算输，算不成功，总共十分钟，天上战，地面战，边走位边狙，这是连狙，啊，记住这是连狙。前面五分钟要看你们输出了啊，前面五分钟我一首歌的时间啊，歌结束了我就要喊你们跳了啊，记住，看你们自己啊，不要浪费子弹。你们越打狙会损坏的啊，狙会损坏的。等会没有输出，或许就少你那么点输出啊，大家都拿不到装备，都拿不到奖励啊。好，行 ，OK 啊，行，站好了啊，站好了。我的龙呢？我扎的龙呢？我的翼龙。站好了一排，不要蹲着啊，这站着，不要蹲着，蹲着视觉效果不好啊。都站着吧，不要蹲着，蹲着的话很难往下射。等会如果 boss 过来了，你们可以这右边啊，右边这样狙也可以，就右边这下面很多洞啊，自己找地方狙。对，站着吧，但是视觉效果不好啊，辛苦一下。好，林洛，我的坐骑到了没有？林洛，这个怎么死了几个啊？还是晕了几个啊？你被人乱打打死了，乱打乱死的人拉过来。谁在拉屎啊？李华玉被人打死，拉过来，管理拉一下，被人打死拉过来，不要乱打，乱打，如果我发现了啊，发现了，第一次警告，第二次我就直接踢了，就直接开除。每天活动时候呢，是我们这个必须要听指挥的啊，每天晚上11点啊，其他时候随便怎么玩都可以啊。然后交易所呢，大概在后天开放。啊，你们没有意见吗？后天开放啊，后天，到时候交易表我会发到我的这个基友群。站起来啊，都站起来的。但是视觉效果不好，观众看了不好。等会我会骑个翼龙，然后看着你们，每个人都看一眼。对，我会每个人都看一眼的。如果你们蹲着不太好，对，稍微离近一点，大家稍微离近一点。啊，这个小黑子刚刚打架很厉害啊。啊，行，我飞龙来了，我飞龙来了。哇，你可以把我飞龙拉过来啊！哎，你把飞龙还给我！哎，我操，你可以进我的部落！我操，
哎，下来下来下来，还给我还给我。好，行，全军准备就位了吗？全军准备就位了吗？啊，很牛逼啊，再整齐一点就更好了啊，很牛逼很牛逼，都很牛逼都很牛逼。你就趴着站着吧，站着吧站着吧，不然大家看的视觉效果不好啊。好，都站着都站着，不要趴着，不要按插，站着射吧，站着射站着射。大哥要我求你哈，大哥哈，每天玩活动要听指挥啊，要听指挥啊，好不好？有个别人啊，行啊，都非常牛逼，都非常棒啊，让观众看一下啊，让观众看一下啊。好，行，都非常牛逼。天气能不能调一下，调个晴天啊？啊，你这下雨的话，感觉有点不太好啊。对，稍微离近一点。站起来开枪，站起来开枪啊，站起来开枪，辛苦一点啊，辛苦一点，辛苦一点，都有费用啊。等会领鸡腿，等会领鸡腿啊，领鸡腿饭啊，鸡腿饭。啊，行行行行行，管理能调天气吗？管理不能调天气啊。啊，我还没喊开始刷呢啊，等一下啊，等一下，我还没喊开始。我还没喊开始啊，等一下。好的 ，OK， 好的 ，OK 啊，看你们继续啊，其实应该给你们发火力火。等会管理把怪拉到这边，对，管理把怪拉到这边，然后我们来狙击就行了。然后我说下去的时候下去啊，管理拉一下怪啊，管理拉一下怪。好，行 ，OK， 全员准备好了吗？全员准备好了吗？火箭筒的话，你们可以看到70发火箭筒，然后一直往上打。等一下啊，准备啊，准备！我要开战歌了，开我的天空啊，等一会吧。OK， 倒计时，3、2、1，所有狙击手，火力全开，连狙连狙无限狙，我感觉你们还不如用机枪。借狙借狙借狙，5分钟一首歌的时间，这首歌结束了我就要跳伞，结束了我就要跳伞。我操，这个我下来看一下啊！啊，不行不行不行，我被打到，这尼玛 ！OK， 等这首歌结束啊，先耗血，先耗血。跳伞的一瞬间是这个活，记住，一定要听指挥跳伞。跳伞的时候是活动的精髓，跳伞是活动的精髓啊，记住了。一首歌的时间，先耗血，耗血，能耗多少耗多少。音乐声音小吗？不小啊，我一龙吹了几个人下去了是吧？准备准备狙准备狙准备狙，等这首歌结束啊，继续输出。这个视角应该这样，我操，牛逼牛逼牛逼，要是火箭筒就更牛逼啊。好，没子弹了吗？去拿去拿，我等这首歌。没有子弹了，用拳塞，等会上去用拳塞，还能打得过吗？OK OK OK OK， 子弹枪少是吧 ？OK， 现在这样，我操，不能这样了，不能这样了。OK， 所有机友准备，所有机友准备，所有机友准备，听好口令，倒计时跳伞。天哪！5、4、3、2、1，集体往下跳，集体往下跳，开伞，所有机友快点！空降部队，还有我 ，OK， 下去干，跟他拼了，干他妈的，杀他妈全家！再见我的过去 ，I want a new life。再见我的眼泪，看到的失败。再见的。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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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狙了。空中狙，空中狙。我现在子弹上太慢了，我操！
牛逼牛逼牛逼啊！哈哈，这个论语，这个杂语，我都去你妹！哎，我觉得这活动要失败啊，我的妈，干不过了，我操！我操，怎么又来一个？哎，管理剧本不对啊，管理啊！哎，我操，完蛋了！完蛋，我们全部都要死，然后我们全部都要。我放弃了，我放弃挣扎了，放弃挣扎了。OK OK， 这个奖励还是给你们吧，这个奖励还是给你们啊。那、啊、今天是我的失误啊，我应该用火箭筒。对，那、啊、全部上岸，全部上岸，我应该用火箭筒啊。然后这个高度再高一点，然后滑伞的时候我们在空中 RPG 啊。啊，今天活动的这个是我低估了 BOSS 啊，不好意思。我以为我们这个10000多发狙呢能打死 boss 啊，我太天真了。我刚才看了一下 boss 血量，连一半都没到，啊，连一半都没到啊。对，枪没有伤害啊，对，枪没有伤害，这是我的这个预计失误。但是大家奖励还是有的啊，这个还是一样的，所有人发这个20个绿瓶子，然后40个经验药水啊，40个经验药水，来，管理先给我发，我发了，我先回家。那、啊、今天的活动呢，先暂时先到这里啊，然后。大家准备领完奖，领完奖之后咱们随便散了吧啊，散了吧，明天玩吧，明天玩万毛大战以及这个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环节，明天这个环节呢啊，你们保证你们每个人都会喜欢啊，把 boss 全杀了， boss 全杀了， boss 全杀了啊， boss 全杀了，自杀吧，自杀啊，所有基友拉过去发奖励，来发奖励，哎，我操，明天呢还有每就是每周啊，每周七天，哎呀我操，每周七天每天都不一样，活动都不一样啊，活动都不一样，这个确实是这个，因为毕竟活动是第一次嘛，啊，第一次活动嘛，活动有几十个啊，有几十个什么都有，哎，管理把我拉下来，先给我发来，先给我发，先给我发一下，先给我发一下，我发的差不多了，而且这个已经策划了一周了。管理帮我拉一下，管理先给我发一下，先给我发一下，先跟火跟估计跟几个主播发啊，先给几个主播发，主播发了就走啊，主播发了就走，其他基友稍微等等啊，管理帮我拉一下，帮我拉一下，把我啊估计啊盖子啊忘词啊李昂啊所有的不啊所有的主播拉过去，先给主播发了之后再给基友发啊，啊现在看看这跳伞想到了 GTA 5送的10个大屏，谢谢。明天才是真正的还原 GTA 5，对，林云龙、金刚他最后领嘛，他们领。那奖励不会出问题的，奖励都记了名单啊，都记了名单。管理拉我，管理拉我啊，管理拉我，拉我。所以说，我说方舟普通的驯龙已经，普通的驯龙打仗已经没有意思了，以后的战争更激烈啊。这个是第一场啊，以后我会想得更好一点啊，好不好？为了你们每天看直播的，也为了这个。一起玩游戏的啊，我会给你们这个想出很多好玩的办法，咱们一起来玩一玩，娱乐娱乐啊，今天没有人捣乱啊，跟 GTA 5不一样，那个跟我如果想玩我这个服务器，想跟我一起玩的啊，这个不用钱啊，不用刷礼物，这个看大概10天直播，然后每天送10个萌，10个萌是免费的啊，不要钱的，然后你送给主播也没有提成，不信你们可以自己开一下直播试一下。对，然后这样的话到七级以上就可以这个进服务器，再进服务器，谢谢小川，然后一起娱乐啊，一起打架啊，一起玩呢、啊、或者分散呢 啊什么东西的啊，也是吧，来这个云诺，别着急，等我起来，咱俩正式面对面单挑啊，云诺你过来，云诺怎么估计还在跟盖爷单挑呢，云诺先给我，你先把我部落退了，来先给我20个绿瓶，40个经验药水。20个绿瓶，40个经验药水啊！20个绿瓶，40个紫瓶，每个人都这样，每个人都这样。只有盖子跟那个，只有盖子是奖励翻倍的，因为盖子他是冠军嘛，啊，没办法，冠军。你敢打我兄弟？哦，亚军啊，盖子是亚军。对，凌云龙是冠军，冠军是金刚，对，冠军是金刚，给我，我本来是缺材料。等会儿没事。哎，不对呀、啊，你给我的话，我怎么回去啊？尼玛，我现在没有装备啊。了解了。先给我啊。啊？要给我管理啊？先给我。管理先给我管理。尼玛，
啊，如果你们每天盖也不行了。啊，如果你们每天想接着看活动的，可以点一下右上角订阅，手机屏幕可以点一下小桃心。每天活动不一样啊，每天活动不一样。我一龙不知道放哪去了，我、哦、在那边，在那边。为什么刚不救我？哎，还那个那个药呢？我救你了。绿瓶呢？绿瓶子。货记得啊，所有基友记住，货币就是绿瓶啊，货币是绿瓶。你们辛苦一下，管理辛苦一下啊！给我。来装逼啊，盖子，别躺着呀！我这40个经验瓶，我是给龙呢，还是给我自己吃呢？我操！啊，行，好了。我快饿死了。行，我去了，我走了，我拿到脚了。谢谢无名送六好萌。哎，我在想这个事情啊，给龙还是给我自己啊？那我自己用的话，我升级啊，升级多啊，以后牛逼啊！谢谢点点送的萌，谢谢贝尔。自己吃一半，龙吃一半。在想啊，在考虑哈，啊，谢谢情商，谢谢梦离，自己吃啊，好吧，哎呀，今天玩第一个活动，把我嗓子搞得疼死了，嗓子好疼啊，特别不舒服啊，特别不舒服。然后呢，这个活动玩完了之后呢，大家也可以集思广益，然后玩什么活动呢？这个每天这个你们说了算啊，谢谢任何飞，到时候可能给你们开投票啊，一些比较好玩的活动可能会玩两次啊，就比如说抢银行啊，抢银行这个东西我需要筹备一下，我就需要做一个完美的这个怎么说啊，活动方案啊，对，晚上我都睡不着觉，每天晚上3-4点两三点都要去想一些玩的，这也想了一个星期了，然后所以把所有想了十几个。我以前不敢开活动，以前我不可能，就是比如说以前我在活动没有几个，想出来没有几个，然后我是想了一个星期才想出十几个活动，然后一周的排，这样的话这个思维想法啊跟玩法都能跟得上的话就好一点啊。谢谢我们的龙吟，谢谢你忙吧，打劫不狙击战啊，对，这些都有。狙击战反恐精英对吧，你们说的那个啊，对，都可以来。行，我到家了。哎，不对呀，这不是家吗？哦，在那边。不行，我慢慢吃经验品。然后等大家这个等级都上来之后呢，然后呢为什么发经验品作为奖励啊，经验品呢是大家等级都比较低，包括新手进来等级都比较低。等级高了之后呢，我们会发一些更好的奖励。谢谢你忙吧送的一台挖掘机，牛逼啊！谢谢赛龙迷宫玩死斗，看来你们有些人猜到了明天的活动啊，明天就是勇闯夺命岛迷宫啊，这个勇闯夺命迷宫岛，对，夺命迷宫岛，我们在迷宫呢会设置很多关卡啊，这个是死斗，然后呢死亡的基友呢就被管理无限拉进就进去找，然后我会说规则，然后拿到神器的人呢会获得一全套5000防御的装备，那个装备就算 boss 都咬不死你啊，明天是这样的。你们想知道我就先告诉你们了啊，谢谢，我叫16岁，谢谢大喷嚏，你们会明天会看到非常激烈的战争，包括我啊，我也过去打，那今天我只是观战，哈哈，明天我这个裁判我要出手啊，哈哈，说不定我要抢一下子。谢谢我们的云林哥，包括这个迷宫我们需要做一个通宵啊，做一个通宵才能给你们玩一把啊。我在升级，我操，经验瓶爽，我操，这经验瓶爽，这经验瓶要一口全吃就好了，你妈吃太慢了。谢谢小辣条送了六好萌，谢谢。我操，这升级升的好快，这升级升的好快。如果是盖爷的话，他肯定会把他经验瓶全部给金刚，对不对？我操，哇，真的是精英难聚。啊，谢谢千秋。啊，谢谢小辣条送来的好萌。
好吧，我就休息一下吧。大黄，你帮我喂一下金药水好吧？大黄，我等级有点低。大黄，好，你喂我吧，你喂我好了，我躺地上了。那今天呢，暂时就直播到这里啊，然后明天呢，再为大家带来更加精彩的游戏活动啊，好吧？我拉不了，我尼玛，我怎么拉？那个林云龙，你找那个林洛，他们会把奖励发完之后再下线的。林洛，还有林穗、栗子，还有四个人，他们四个人负责管理银行啊、拍卖行，还有那个东西，昨天分下去的几个人。那今天我就先下了啊，然后那个大家晚安，明天呢咱们不见不散。想明天接着看，可以点一下右上角订阅，也可以关注一下主播的新浪微博，叫做虎牙楚河。咱们慢慢来啊，这个明天更好玩。拜拜，晚安，拜拜。